的，奶奶做的，好好好，来，奶奶去，奶奶做的，奶奶去边上坐，坐在我们对面，来，奶奶坐。反正奶奶也看不懂其他的，但是我们就说，啊，所有的朋友都跟奶奶问好，所有的朋友都跟奶奶问好，对，而奶奶也太再多的就不懂了。感谢许碧华送出的小心心，对，奶奶再多的东西也不懂了，然后我们就跟奶奶说，跟电话打个，是的，是的，乔安娜问说奶奶还认识我吗？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。基本上每次都要重新介绍，呵呵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每次都要重新介绍，经常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看了半天，然后说，哎，这个是谁呀？对，然后还，好，一二三，唱。苏联歌曲，不是歌郊外的晚上，不是什么呢？你说吧，你也不知道是吧？只记得旋律，不记得名字。我说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，行，我拉给你都会的吧。Oh,
小林啊，一直手痒要跟你打麻将呢。谁呀、啊？小林。小林在哪呢？在楼下，他一直想要打麻将。那没啥。他找不到人。那不用，没人。你说你跟他，你说你跟他。那我们一起去打麻将呗。走吧，走，走吧，走。走，一二三，走。好，走去打麻将去。好，我回来了，朋友们。奶奶今天的 KTV。奶奶今天的好，奶奶坐的，好，来，奶奶去边坐的，奶奶去边上坐着，坐在我们对面，来，奶奶坐着。反正奶奶也看不懂其他的，但是我们就说，啊，所有的朋友都跟奶奶问好，所有的朋友都跟奶奶问好。